是冷眼长路仆，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迥然阴寒恨天雨，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各位同修，我们继续我们二十三讲的下半场啊。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插一个插曲，因为在开始讲楞严经的时候呢，跟各位同修都讲过，是我们这个楞严经呢还有一个格外的讲，叫做导讲，导回极乐世界，融会贯通一下。确实是在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也跟一些法师们沟通过啊，就是唯有这一板块呢，如果说讲的啊诸位不受用了或者怎么样呢，也不要生烦恼啊，因为这个呢从属于我自己的一些领悟吧啊。那么这个是从楞严经整个的法脉中呢，又给就着现前的法格外的给多出来一块供养大家啊，是为了格外的就是特别给这个修净土的人呢融会贯通，安心确信，再增加一方我们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和那修行的容易啊。那么在讲经题，在讲真心显现的时候，都有过给大家有过导讲啊。你看十番显现，我们还记得我们讲了套到信愿行上啊。今天我们这个融会四科或七大呢，七大我们刚刚讲过，在讲的过程中不是也给大家提过说，就我们这个子土跟彼土对吧，地水火风的种种发挥，种种巡夜发现，种种情形，其实这都是属于它周遍的一个内容啊。那么我们下面呢是可能会觉得说，大家说地水火风空，这都是元素，各世界的元素，那么肯定娑婆世界也有，极乐世界也同样会周遍的。这个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怎么样来理解它的周遍性，就是怎么样能从六入十八十二处，我们这儿用是十，怎么去窥它的如来藏性，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又如何修行去见这个如来藏，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同样你必须还得见如来藏，周遍性才能够开悟，即闻佛成顿开佛道。这就是一个情形两样国土的染净情侣啊。所以呢在此呢，我们就突然我那天想起了，就抽出来一段做个试验啊。什么抽出来的，大家看都会读弥陀经，弥陀经里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生活方式外在环境，可是呢很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呀，因为用我们的识去领略它那个美好和痛快，忘了他同样在这个生活方式和外在环境上，大家知道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修行的，并没有离开生活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经文，你看弥陀经里面有讲到说，右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天月，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田曼陀罗华，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慎重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之等。都知道了，这就是人家的活法啊。那么我们就这个活法就看一看极乐世界天人如何从这个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去悟他的如来藏周遍性。你看哈，黄金为地是什么呢，是眼见的色法对吧，属于色尘，用眼根来受用。常作天月是什么呀，生成，属于耳根来受用啊。曼陀罗华，天与曼陀罗华属于什么呢，香尘，用鼻根来受用。梵识精进的梵神呢，属于胃尘，用舌根来受用。慎重妙华呢，属于身体，慎重妙华嘛，各以一个慎重嘛，属于什么触尘，由身根来受用。是不是六度呢，当然还有一根，一根就跟咱们这儿不一样了，我们就别说了，待会儿就知道人家的意根是智根。六入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吧，
十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十八界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身的眼耳识耳识鼻舌身识意识啊舌识，还没有出这个四颗呀，包括他们的五蕴也是圣妙五蕴色受想行识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反观什么呢？在咱们这个世界呀，我们这个国土眼耳鼻舌身决定会被什么呢？色身香味触给转，对吧？所以才有了识嘛。但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极乐世界是什么呢？同样就在这眼耳鼻舌色身香味触乃至这个六处十二处十八界的境界中，人家修的什么当体见到的全是周遍法界的如来藏妙身。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看那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隔是万亿佛土，极乐世界看这儿没有隔，为什么呢？全体都是周遍法界，所以才能够供养堂方是万亿佛，即以时时突然就还是本国，一顿饭功夫又回来，就是把它盘活。就在这些境界中，我们看人家的境界还是觉得有以我们的时序分别这么好这么痛快，你看天上就下花雨，饮食自然现前，然后乘坐天月，还是用时序分别那治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智。极乐世界的人就在这个境界中全体看的就是以智来看，所以他不但看他们的生活样子，他们看我们的生活样子还是如来藏妙身周遍法界。这就是染净之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就看哪个把哪个压倒，占绝对多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压西风压倒东风啊。在这个我们的世界的染着分别压倒了智慧，所以就是转智成实了。在极乐世界全是清净誓言如来藏妙真如性，当起就悟道入道，所以呢就转识全体是智，智压识，我们这是识压智，明白吧？所以不管智压识识压智，六根十二入十八界有没有变？没有变，还是要依着这个活法，这种状态，六根对六识啊，对六尘有六识，当然就有智，是这样的一种修行状态。所以你看吧，周遍性发挥出来吗？哪个国土皆是如此。这就为什么说六处十二处十八处皆如来藏妙真如，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染业染识为主流，所以境界智慧呢启动不了，没有下足之地。你看我们要劝个信解行正信个佛，等于说启动这个智的启智有多难呢？因为我们全在识中呀。可是到了极乐世界，是境业境智为根本，染业染识没有行动，行动不了，这叫待业往生，虽然有业发挥不了。这是一个什么？同样还是周遍法界的一个境界，一个真如性上，为什么能起这样的差别呢？大家想想为什么啊？我们这个世界啊，众生的共染业力量极其大，所以就笼罩了我们的众生的别智业，每个人都有佛性。而在极乐世界是佛的别智业占了完全的主流，众生的共染业无形中就被消除。在那是以佛的别智业，就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过去四十八愿的一个智业，就是智慧的智，智的力，就是我们可能不能把它说为业，业一般我们都说染的，当然也有有漏无漏。它这种智业呢，就整个带动消除我们所有众生的别染业，在我们这个世界大家的共染业就是完全撼动，整体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同样的是六处十二处十八界的净这个一妙如来藏真如性，在我们这里都是分别向外驰骋。一样的境界，两样的情啊，我们这里是染杂分别，极乐世界是当下清净，但是还是用的周遍法界，法界缘起，染土都是从我们的识缘起，净土
土都是从我们志愿起的。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建立超然的极乐世界净土四十八愿？全是称信法会之志，称的什么信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发挥成黄金为定常坐天月曼陀罗华真如妙法，寻觅法性。这个能悟到吧？能理解啊？这个能理解的就好说了。这就说明说，本来清净无染周遍的一真法界，但是呢，我们这个就这个染头而言是实妄实的核心区，但是呢是净土的实的消解区，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呢是以什么？以智为核心区，净土是以智慧啊，以智为它的核心区，我们这里只能算智的辐射区。所以你看，有净土法门，有念佛法门，这叫做辐射区，进入到核心区。我们这里刚才讲到是实的核心区，一入这个染土，大家都要下堕轮回不断，是实的核心区。但是呢，我们这是净土实的消解区，就是净土法门来到我们这儿，哎，提醒我们六根六尘六识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整个一真法界净土染土有别吗？这就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可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因为一个是核心区，一个是辐射区，那么就必然一定要往生。中间的十万亿国土都由于有实的分别，有烦恼，所以才得十万亿。那么就这个不隔而隔，隔而不隔，核心辐射来讲，它都是一个区，就叫做周遍法界的妙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净土有出这个楞严法之外吗？楞严经不在弥陀经中吗？就用你会看会修，头法法头头，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吗？法法头头了然在目，不犯思维，相信了，就仅此而已。这就是我们说的，可怜，给大家做一个导讲，就是关于这个。四颗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它跟这个深邃的义理是通的，它跟一切的现象虽然有染净之别，还是通的，都离不开，就是这个。所以这种这种弥陀的别业的这种智，带动我们共业的这个实，这就是往生。可是，在如来藏妙真如性中，它是必然关系的，就看你处在核心区还是不是。当然这是我自己邹的取的名字啊，不能入这个大雅之堂的，但是你听明白就可以所以你看往生论，在这个往生论里边讲到这个六根六尘里面的功德成就，讲到主功德成就的时候说什么？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这就是主功德成就了，就到了那个区里边，他就是这样有阿弥陀佛作为主导，就感染了你，必然要见六乘六根六识中去见如来藏妙真如性，而不是升起这个妄想分别染着之事。主功德呀，还有光明功德，佛会明净日，除世吃暗敏啊，吃暗敏就是我们的食物，这都是自然而然。进入核心区以后，就完全化为辐射。像这个信功德里面讲到。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啊！出世就是要离开这个分别之时，显这个如来藏之性，这就叫出世。还往哪里去出呢？像这讲到的处功德成就是宝性功德草，处者生圣的宝性功德草呀，这些都属于宝性功德草。就是你身体挨一下，意识思维一下，眼根见一下，耳根听一下，都会怎么样呀？生圣乐。殊胜的法乐，殊胜的法乐是什么？就是刚才阿难讲到的身心荡漾，见到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大致如此，是导讲下面呢，我们再进入到这段经文，就是这一段偈。如果诸位跟着出家人上过早晚二课，那么这段话呢，就非常的耳熟能详了。你像我那时候刚刚出家的时候，让我背，哎呀，楞严咒就愁得要命，说这么长的这个五会什么意思也没有，这段觉得读的可以，
啊，一上课就尿站，总是不动宗，手动眼往事行，每天功课早上都是如此。啊，那会儿在普济寺的这个圆通宝殿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啊，读，尿站总是不动宗，手楞阎王是西游，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僧齐或法身，愿听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忏，是则名为报佛恩，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世先入，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弥还，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祸，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做道堂，顺若多幸可消亡，硕伽罗心不动转。好，啊，就这一段，特别有加持力啊！你看，光这一句“妙战总持不动宗”，啊，首楞严王，首楞严王世系有这两句呢，是赞什么？赞这个佛和法的妙，啊，赞佛赞法，啊，第一句赞的是能说之佛。这个首楞严王呢是赞所说之法，因为首楞严经不是佛说的嘛，啊，所以说呢，后三个字是稀有呢，就是赞叹这个人和法呢都是非常事先稀有，三宝，啊，所以这里呢也是阿难到这会儿听得突然间开悟了，法喜充满了，激动了。你看登地的菩萨第一个都叫极喜地啊，那么发自内心的悟到这种自己的心性，跟佛所证的极果。乃至如来藏心呢，都是现成的本具的，如如不动的，毫无差别的。所以他这里边吧，妙战总持不动是称性说出来，他可不是说想方设法搜的，想尽搜肠刮肚想一些好话，这是称性说出来。啊，什么叫做妙战呢？就是讲佛的法身，啊，可以讲到佛的法身德啊。我们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常规的理解是如此，这个妙战总持不动呢，是分别赞叹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啊，法身、报身和化身就是妙战，指的他的法身德，说明他的体大，常住不变。总持呢，说他的般若德，说明他的相大，周遍法界。不动呢，说他的解脱德，说明他的用大呢，圆融无碍。啊，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妙湛嘛，妙湛就是佛的法身，这个佛的法身呢，也是众生本有的佛性。我们讲了多少，你看这三卷经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周遍法界，如如不动，对吧？那么众生迷于这个法界法身呢，就埋没在这个我们的五蕴啊六入这个这种山里边了啊。因此悟到这个真心呢，就是法身的，是常住不变的啊。那么这个总持呢，是指的佛的报身。大家知道佛的报身呢，是以般若，就是修正智智慧，什么时候智慧圆满了，才能够体现佛的报身功德。智慧圆满有两种，一种是什么？自受用，就是根本智啊。在此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根本智就像黄金一样。还有一种呢，叫厚德智。我们所说的报身呢，基本上有时候就是说它的厚德智是在这个大菩萨的法会里边，随这个菩萨们所证的功德，他给显现不同的报身，叫做他受用和自受用，就是依着根本智和厚德智。可是根本智、厚德智都要体现在毕竟空、无所得、无所不得的般若性空思想上，所以就叫做般若德，说明它的相大啊，能够总持一切智，而且和能体现的相好庄严。报身呢是最庄严的。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什么呢？见到的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化身。化身为什么叫不动呢？大家想，化身为什么叫不动呢？啊？虽然他应化众生之机所现的风声散影各种类型，不管正报、逆报、有情无情，还有六道中所有的身形，但是呢，他从来都不动本迹的，就是随缘现世视线，不动根本。所以这叫做解脱德，自在呀。你看，就像这不是观音菩萨就是典型的一例吗？阿弥陀佛去接引不是也是典型，就不动，随缘去到处去走，可是呢，他从来都不动本迹，不是说挪到这儿就那儿就挪了。变法界既然是妙湛的，还有总持的功德，那么他一定是不动的。这就叫做妙湛总持不动啊，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功德呢，佛早已经彻悟了、彻证了。阿难刚刚才尝到，所以他快乐的、法喜的不行了，在这儿脱口就说：“哎呀，妙湛总持不动尊，给世间所共同推崇，所以叫做尊。妙湛总持不动尊啊。”当然，如果说就我们这个经，就是讲到现在这个层次而言呀、啊，我们也可以讲到说什么叫做妙湛呢？就是随缘常不变，就是这个如来大妙真如性是经常不变的，对吧？啊，那么什么叫做总持呢？不变常随缘，可以随意的发挥到你看五蕴啊、六入啊、十二处、十八界、七道，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啊。还可以不动呢，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无而无变。你不能理解成光随缘就不变，也不能理解成光不变就不随缘啊。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就叫做妙湛总持不动。你们看得见吗？啊，听明白没有？啊，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不要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大家不要说话啊，不要讲话。为什么一下就动了？你看你们一动，我也要跟着动啊。所以大家不要动，这就是为什么大众熏修心念正息圣境啊，大家都不要动啊。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妙湛总持不动呢，如果就是这个大佛顶啊，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来讲的话，也可以套啊。什么叫做妙湛呢？如来密印修正了义，就是这个如来藏就叫妙湛，从来没悟过，从来没听过，这会儿就包括你们听了有点感觉啊，现在一直不知道原来如此，这就叫妙湛。妙湛得了这个妙湛以后，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就叫总持，我随便修什么法都是融会贯通的。你看包括净土法门也跟如来藏这个楞严经这个思想还是一个法脉，
这就叫做总持啊。六度万行、念佛往生，都是一样的法门，总持法门，都在其中了，唯一法门在其中。啊，不动是什么？就是大佛顶，大佛顶如如不动，所以叫做妙湛总持不动，还是这部经的经行，还是这三个意思。所以这里阿难悟到这个，脱口而出来。啊，为什么说守楞严王呢？因为楞严三昧呢是一切三昧之王。啊，大家知道守楞严三昧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到说，佛有恒沙世界微尘数三昧，就是每一尊佛，但是他的最后三昧呢名守楞严王。嗯，是不是好像净土的往生的这个修正里面也讲到说得守楞严三昧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守楞严王是稀有，世间都具有，但是很少人能发现，很少能人证得，所以叫做世稀有啊。这是第一句，叫做赞现佛和法啊，就是赞叹礼谢这个佛和法。那么礼谢以后，其二呢显现他的功德呀，那就是说哎，自己悟了，获到这个法身呢，就是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僧齐获法身。大家看，为什么说获法身要立僧齐呢？僧齐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一般如果依着教法，我们每个人修行成佛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就光修佛的相好也要一百劫，这样才能具足了这个获得这个法身修成佛。那么这里讲到的为什么就光这个如来藏思想佛讲的开示啊，这个七处星十三剑乃至四颗七大的如来，就光这一段开示呢，就让他怎么消他一劫的颠倒相，无始以来迷真着妄追逐妄啊，那么就把他这个迷真着妄这个颠倒相呢一下就给消了。红罗化雪一样，就跟一个烧热的炉子，雪花飘过来还没到跟前化掉了啊，这是这消除了他一劫以来的颠倒相啊，无始劫来一劫以来都没有，我们始终生活在戏论之中，从佛以外的九法界都是戏论，不是说有因缘，一切法都是因缘，就是说它是自然的，要不说它是和合的非和合的啊，说是有的空的非空非有的等等，这些戏论都叫做颠倒相，唯一的真理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永远都是如此的，其他都是戏论，所有的戏论顿然消去，哎，入到这个如来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真理法性里啊，所以叫做消我一劫颠倒相。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颠倒中吗？啊，我们现在颠倒，在这个《应时入经》里面讲到，想就是颠倒，颠倒想嘛，这里想颠倒，想颠倒的最根本的一个表现就是无常法认为是常。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烦恼都是受不了无常的，你不是受不了无常吗？生老病死，因为无常就受不了，就害怕呀。啊，人心无常呀，爱了恨了，恨了爱了，你想始终就要爱，那就无常常了嘛。一旦他不爱的时候，就无常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颠倒想，就最根本的核心就是无常法思维常。一旦无常法思维常，这属于想颠倒呀。无常法思维常的时候，第二就会重启一个新颠倒，新颠倒出来，在这个认知层面上又起原前面的这个所想，说一定是这样，常都是常的，一定是这样，又加固一层，这就叫做新颠倒。新颠倒以后，再起一份见颠倒，见解呀，这个见颠倒上成就了，就是与我的所执着的无常法想为常，又重启一份心，觉得这一定是有的，在这个上面框定了。就是这么个概念，就是这么个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执着就分明出来，见解就出来，思维就出来，定性的思维就出来，这就叫做什么呢？见颠倒，想心见都是颠倒的，一层又一层，所有这些成为我们这里讲的消我一劫颠倒想啊，
所以我们根本的颠倒就是因为识，根本的智慧就是因为智，就是识和智之间的一个认知。至于它入到智，就溃破识，所以叫做消我一劫，颠倒下来啊，就像云开现月啊，这种顿断烦恼这种一劫的妄想，突然间获了法身了，哎，不立僧齐获法身啊，大家想想那多么的自在痛快啊。当然这里的阿难这个正量呢，依照他后面经文里面的交代，这里他是证到初果的，就是阿罗汉是四果嘛，证到初果就是证到欲游了，基本上断了三界的见果，见解上的烦恼，也都是见到时候断的烦恼。估计他这里是讲到证到这个，在天台教下的话，他这个正量呢属于原教的初性，入到初性位，所以这里也可以说他信到这如来藏，地性无疑了嘛，所以叫消我一劫颠倒下，终于明白啊。那么这里获得法身以后就要怎么样呀，要方发这个广大心了呀，发广大心怎么样呢，愿经得果成宝娃，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奋成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看啊，愿我从现在，原来没有啊，愿经就是说今后我还要继续修，因为会到这个如来藏，悟到这个如来藏思想以后，就成了圆修了，了义之修了，入了如来密经了。那么就像这大佛顶迈进的时候呢，得到这个菩提正果，就是愿我得果成宝王呀，像佛一样端坐莲华宝座，巨狮子坐狮，坐狮子头成了法王，得这个究竟啊宝果说法妙王，愿我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还以自己觉悟这个正法再去广度这样恒沙多的众生啊。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其实这两句话设的就是我们的四弘誓愿，愿经得果成宝王，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是不是兼说正说佛道无上誓愿成，兼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不学法门不修你怎么成佛呀啊。还度如是恒沙众，就是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正说兼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烦恼自己没有断不了，怎么去度恒沙众呢？你自己还是恒沙众之一众啊，这个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所以大家要好好修，你们修我也断，我好好修你们也断，这才叫做四弘誓愿啊。那么怎么样才能说将此身心奉承上，是怎么名为报佛呢？当然通常我们理解就是说，哎呀，先成了宝王再度众生，虽成了宝王了还不舍这个慈悲之门，再去还入尘劳行这个度生事业，一定要把所有的恒沙众生一一度尽，将来啊众生度尽我再成佛，这叫做一般我们说这心才叫做身心，对吧，深度的发心，回向给所有的尘刹众生，愿他们都成佛，这样才是则名为报佛啊。当然这个理解身心也是对的，是一重，还有另一重是什么呢，阿难已经大开元解，就是悟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依着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穷法缘之底，溃众生之际，边际所有的众生都在藏经中周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称性的发挥说，哎，度一切众生将此身心奉承上，奉到哪里啊，如来藏周遍法界的妙真如性，悟到这个，悟到这个称性而起，所以发的四弘誓愿才叫做身心啊。你看我们往往大家参加放生皈依的时候都会念到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完的是什么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这才叫做身心。你凡夫的心你就再怎么去发都是叫浅心，唯有悟到这个如来密经才能称之为身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誓愿度众生啊，你看这里福请世尊未证明五浊恶世世先入，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名啊。
大家知道迷环是什么呢？就是涅槃的意思。啊，不生不灭啊，又叫做无生涅槃啊。那么你想要得到这个涅槃呀，在你看净土就容易得，在好的世界、福德大的世界、大家都修善法的世界也就容易得。唯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在五浊恶世，人寿差不多100岁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发愿这个世界呢，在人寿100岁的时候来度化众生，其他佛都不来了，他们都在1万2万的时候。你看过去七佛，从迦叶佛再往前，毗婆、湿婆呀、湿气佛呀等等，他们都是人寿8万、6万、2万、4万岁的时候来，到100岁的时候没人来了，没有佛来了，只有释迦牟尼佛不嫌弃，在此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啊，所以在这里，阿难就效仿世尊，说福行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发誓我先入。可大家不要忘了，这本入是怎么情况才入的？人家悟到如来藏教真如性才入的。啊，五浊嘛，一般呢，世界的沉住坏空四个阶段，在住劫，就沉住坏空的住劫的时候呢，人寿8万岁减到2万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红不净之法。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浊世，世界充满了烦恼和痛苦。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五浊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是总体的来形容这个五浊的总相，都是浊乱。啊，那么这个见浊呢，就是见界的浊乱呀。啊，你看我们现在讲到的身见呀、边见、邪见等等，现在的邪见满天飞，邪识外道到处说法。啊，你们可不知道，一不小心就被转进去了。啊，我几乎天天都能眼见耳闻了。嗯，而且邪识他还讲楞严经，你看。啊，所以说这个见浊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根本和真，根本上讲就是没有正确性，迷信、狂性、乱性、功利的取性、有求取性。这些都属于迷信，不是正确信仰。见解上的浊乱基本上都是因此而起的，你们不信去试试观察一下。那邪法外道说的都是特别简单，而且让你痛快，最后大家皆大欢喜，都是这样啊，就会给你受记。你已经成佛了，已经开悟了，你想我听了这话心里都会高兴，因为想这样那就正合你意呗，啊。那么烦恼浊呢，就是众生的贪嗔痴慢等等这些烦恼越来越炽盛，恶业越来越这个造的密集，质量好，恶业质量好，这叫做烦恼浊。众生浊呢，就是我们的福报呢，岁月增得快，福就减得快。心是钝的，身体是弱的。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形，啊，苦是多的，乐是少。这就叫做众生浊，啊，最后命浊就是寿命减短以后，非常的短促了。最后最短的时候乃至10岁了，福报已经到了薄到极致了，再不能薄的人的福报，这就叫五浊。在这样的五浊恶世，世先入，阿难发愿来入，啊，这是适度众生。再往下，下面就是求除微细惑了，啊，你看。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微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与十方界做道场。哎呀，真是加持一大啊！你看大雄大力大慈悲呀、啊，什么叫做大雄呢？刚才我们讲的法身就叫大雄呀，啊，那么什么叫做大智呢？报身法身如如不动，报身智慧不断，能够断惑。正真，这就叫做大雄大力啊。那么有了大雄大力的功能，可以给一切众生拔苦娱乐，显大慈大悲，就叫大慈悲啊。这里讲到了大雄大力大慈悲，你看我们道庙里都是叫做大雄宝殿啊，这里还挂一个涅槃妙心啊。如果说
你看，依照我们这个偶一大师也曾经啊，在他的讲解里面讲到，什么叫做大学呢？你正得这个妙战宗师不动松，就叫做大学，就有了大学的资本啊。你具备了妙战宗师不动松的观照智慧，你就有了大力。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软弱、烦恼、无助呢？就没有智慧力，照不破、把不定、跳不过，没有这个智慧观照，那你就没有大力，就生恐惧嘛，颠倒梦想啊。所以说，如果具备了妙战宗师不动松的观照智慧，就是大力。如果起了这个妙战宗师不动松的妙用，去为别人着想，寻声救苦，成就别人，最后还是利己，这就叫做大慈悲。妙战宗师不动松就是大雄大力大慈悲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阿难说的悉更审除微细惑，你看刚才讲到了，他正的出国只得了虚脱环，那么三界的这个世间的见惑断了，还有什么呢？界外的这个三界内的私惑和界外的无明惑还没有断，这就叫做微细惑啊。前面虽然已经消闻已经颠倒想了，还有这个没有断这个根中极深的无始以来这个习气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三界的私惑和界外的无明，就是指的微细惑啊。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当叫做所知障。上次不是给大家讲到这个与具这个无具身的所知障啊，和这个无明啊，根本所知障和具身的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断了见惑以后，尽断思惑和无明惑，向成佛的道路上迈进。但是呢，必然已经生死已了啊，马上就再去成就阿罗汉就指日可待。那么他就这里讲到说，悉更甚是微细惑，希望进一步能够最后究竟圆满成佛。为什么这里讲到说令我早登无上觉呢？他现在正还是有上，菩萨和佛还比他强吗？啊，所以这里的无上觉就是指的究竟觉，除一切啊细惑，就登妙觉啊。令我早登无上觉，与十方界做道场。大家想想，与十方界做道场，那不就是指的变法界吗？周遍吗？为什么华藏世界还又叫一真法界？华藏世界还有无数世界，但是同体就叫一真法界，一个世界就是佛的世界啊。这里指的十方界、十方世界，就包括佛的常寂光土、菩萨的十报庄严土、二乘的方便有余土、我们的凡圣同居土。对于佛来讲，一切国土就是一个国土啊。在佛成佛的时候呢，法界整个法界就是一个佛的，所有他的依报正报就是一个佛，整个都是一个世界，恰恰就是十方法界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与十方界做道场，就是指的遍入到华藏世界来啊，与微尘里转大法王，整个时空法界完全融为一体，正报依报都是一体啊。在这个情况下，那还不说想渡谁就渡谁，想去哪就去哪，这就叫妙战宗师不动宗啊。最后发了个愿叫做什么呢？数若多性可消亡，硕伽罗心无动容。什么叫做数若多性呢？数若性就是空的意思，虚空的意思啊。数若多，硕伽罗心呢就是指的金刚坚固的意思啊。这个我印象最深了，我好像给大家讲过了，我那本考试有一道题就是考的，考中国佛学院，就是数若多性可消亡，硕伽罗心无动容啊。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一个叫做虚空，一个叫做坚固啊。这两句话就什么意思呢？纵然虚空都被消亡了，我坚固的愿心也不会动摇。你看，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哪一尊佛起步不是这么起步？哪个菩萨愿因地不是这么发愿？地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只要受苦的声音被我听到，如果不解脱就不成佛。只要听到我名号的人不往生极乐世界，我就不成佛。你看，都是这个顺如多性可消亡，硕伽罗心无动摇啊。大家发现了，这才叫做什么呢？称性而发。
你们能理解什么叫做称性吗？称性就是说完全平等，没有挂碍，没有恐怖，没有亲疏，没有自他分别，就彻见这个如来藏真如性，就在这个性里边发，如如不动的发，尽情的发，没有障碍的发。那我们想想，现在我们也发呀，你们不是也皈依的时候也算是常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学，一个净土都学不好，为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不是称性的，一切的根本还是要妙湛总持不动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作为完全的支撑力。你看他发这个心的时候不怕了，也不选五族恶事那么苦，众生那么刚强难度，也不嫌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远，也不嫌所有十方世界那么久那么那个辛苦，唯有什么呀？称性的妙真如性，就在这个性中，如如不动的就是性，争辩法界还是性。我们现在发不是叫做称性法，叫卯足的劲儿才，心虚的法，吹牛的法，不是称性法呀，确实如此呀。你现在临时有点二百五精神，还说哎呀要度尽一切众生，你真的那个行能跟得上心吗？跟不上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往生的心顺不多性啊，往生的愿这个硕下多行，这点还算能够做得到啊。所以这个讲到此，就是楞严经的第三卷经文就讲完啊，这才讲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啊，差不多把我们多少一年半吧，马上就一年半啊。不过后面的话就可以快一些啊，因为内容上的就是最难的，最需要悟性的啊，最要这个开解的就是这三卷经，特别是这个七处真经、十番简经和这个慧通四科七大啊，文字也艰涩。那么这里所有讲到在此之前呢，都是讲到的空如来藏，就是这如来藏体现的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边。后面又有人提出来质问了，下面就要开始讲不空如来藏，就是说有人提出来说啊，这是富罗那呀啊满慈啊，下一节开始我们就要讲，他就提出来说，那佛你讲的这么多都是妙如来藏真如性，包括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那这都是我们的生活，那你讲都是如来藏妙真如争辩法界的话，所有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呢？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怎么起的呢？生死轮回成住坏空是怎么流转的呢？这些是怎么回事呢？疑问就来啊。所以下一讲开始，第四卷开篇就是讲的以万法相续之因，以五大缘融之故啊，以这个啊这个五大缘融，为什么这样？就开始要开始挑起疑情，这就不是阿难了，开始是富罗那啊。这是我们这段的时间的这个三卷经啊，就算圆满一个段落吧啊。再问一下大家，十念法四十八分，你现在坚持吗？坚持。你看现在的声音就不敢多说了，肯定有好多人不坚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常思维。你看讲这么多了，这个刚才阿南也讲到，观到自己的身体就像大海中的浮欧一样，我们为什么坚持不了呢？就是说锁定这个浮欧了，每天生活的事这么多，这么忙，内容这么丰富，那你放不下呀。你锁定了现前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你就提不起来出世的往生之心。你看这就是辐射区和核心区的又出来了啊，一旦你辐射不到了，就成了烦恼和核心了，净土透不过来，连一个孔，这个一个小孔都透不过来，那你就接受不到这个光嘛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常思维生死虚幻，生死之苦啊。你看前几天我还在线上讲到生死的真相啊，当时就下意识打了个比喻，我门口常放一个垃圾桶，大家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天天去超市买东西，对吧？用完了，用完了垃圾桶、垃圾袋，乃至这个用完这个垃圾装的包装等等，这些随手一扔就到垃圾桶里边去，最后垃圾桶再收集到又到垃圾车，垃圾车又扔到垃圾场，又掩埋焚烧，完了再重新生产，垃圾谁会关注它？这是习以为常的，
可是你们要幻觉，幻觉思考一下，每片垃圾你换成一具尸体，换成一个人呢？那你说人一天活的是不是跟垃圾这样一样的？挑来挑去，天天用，用完最后去八宝山。八宝山据说很贵，一般进不了，就是垃圾桶也不够用。所以这就是生死的真相，你们要常这样思维啊！你们常这样思维，我讲的也觉得有劲儿，我也会这样思维，说这是对的。你看大家都，你们不思维的，我说这讲来讲去，也他们也不觉得不受用，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常念生死无常啊。说实在的，就包括我们来听闻楞严经，也无非就是跟大家接个法。那最后为什么要接法呢？就是要了生死嘛，啊，所以常念生死之苦，念这个三界可怖，没火枪没往下来了，一不小心就该死了，啊，你死了以后就是入垃圾桶，与你无关，啊，那么你这个精神永存就是要到净土去，啊，好，希望呢大家呢虽然卯足不了劲儿，这个说五浊恶世是先入，但是一定要长生，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